我看见了希望推进器。上次说这个红毯这边不刷，这次刷了，可以。反正墓地我是不会再去看了，10次墓地一次刷。我看这个窗户有没有结石啊？有的话可以偷戴一下。娃娃，给我打一手。这样就行了。怎么还在炖蘑菇啊？那你死了呀，兄弟，你干嘛？早点挂了。丢两台，然后佣兵也修一台。拉锯，走了。二挂。我觉得他赶不到，我觉得，哎呦，赶得到。就是能救人。这个结石死。后遗症，想跑。佣兵电击、墓地、红毯，两台。闪现还有，我要带走一个，快一点，不然这台点了，游戏结束了。闪现都不需要用了呀！OK， 右边被摸起来了，右边还会再摸。摸好的话，这个人二挂了，最后一个推进器用掉，他应该倒到小门了，墓地赶往小门的。但好像是这里啊，好吧，这是个娃娃，我忘记了。卖掉了吗？刷死了呀！五层了。我找推进器去，把最后一个调音师带走。我就信这一次，墓地有推进器，所以我要去一趟。Nice。
小木屋，这是一个娃娃，赵远明是娃娃。OK， 这个耳鸣就是的了。交香水，你看我治愈你吗？哎呦，还有一次护臂没了，他想盖我板子刷分，不能让他盖了，假装然后出刀，哎，这招骗了无数人，美的不行，溜了溜了，假装抬个狙然后取消，赶紧给他一刀，骗了无数人。我先去楼梯那边看一下，看一下是谁，然后我再装听听器。站得高看得远，应该是前锋。磁铁啊，并不是，磁铁的话可以追，但我不敢拉锯啊，他有磁铁，磁铁没丢 ，OK 丢了。但是有一个，有一个这个可以追啊。他是真敢翻啊！哎，完了！闪现震慑没了呀！哎呀，这波炸了！其实刚才如果没空闪的话，这人就正手直接死了，啊，难受。OK， 杀前锋啊！因为有娃娃，这边他会找娃娃摸。就有洞，不着急。
开球你能跑哪去？你开球。祭司会救的，祭司带着怀带着弹射的，祭司出来了。守一下电机，这么疼吗？很重，哎呦，这次带了，我以为他这次没带呢。这把闪现空了。这娃娃还卡尔明，医院里面吧，三个人应该走另外一个门了，没必要过去了。哎，你这个人，非要玩一下手机你。如果小杰没空，那个祭司直接秒倒了，可惜了。瓜皮一闪，反正找到天行先往大方走就行了。热点资讯，让我挥了一个刀，神经病。这应该是个结石。医生也行，谁谁都一样。我翻墙快，我不要紧啊。人皇，应该人皇那边过来了，两刀二级狙，等我二级狙了，这个人就玩不了这个窗户了，他就必死了。怎么空刀了？无所谓，还是打着了，打着了不亏。后遗症加一，医生还不能放走，放走就治愈了。这是个
哎呦，这个广告。我还关不了，我现在很难受。跑马拉松，我装个推进器，你再跟我跑啊？早就该装了。差一台啊！这调音师多了，平局以上了。骗香水，最后一台大房，佣兵起来，佣兵修，先把结石打倒，让他在地上玩手机，让他的手机损坏的快一点。佣兵没治愈了，调音师打的钻，装个推进器，再打个钻，把佣兵打倒。戒是吃了钻的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白交一个闪。可以修了。哇，现在心情很难受。还没卡，还没让它飞。鸡也是在附近啊，娃娃压鸡，鸡也是来救，然后大心脏。佣兵没治愈，我闪现还有50秒。那我不挂你了，跑了，大房吧，大房不在，那是在那个地方，小门。开得动吗？你开得动，我跟你姓。等我，捡个电器，万一他真开得动。
哎，你开不动。OK，选招募啊，有一个人啊，然后起点也有，看下面有没有推进器加封印，有的话先去选招募嘛逛一圈，然后再跑来起点，选招募嘛三连，我希望聚过去那不是个前锋，我就万事大吉了，哦不对，佣兵，都一样，魔术师好，分身交不交？走了。这娃娃吗？娃娃的话，这人在起点，找一下他，不在吗？不科学啊！不在的话，他在帐篷。我想捡推进器，但我没时间。他还有翻装加速，用掉了。哎呦，短了一截，我应该装个封印的。炸了！换人锤，如果刚才把鸟交了的话，有高二继续就好打多了。哎，怎么卡我呀？上滑梯了。把鸟交了吧，是逼个鸟。节奏不在我这边啊，娃娃炸掉一个了。这边怀表要交。怀表交了。两个人都想来救了。真的假的？点亮了。
打钻。我靠，还有鸟。你赶不过去啊，结石！除非用先知想偷，我赌一把他不偷。平了，又没被摸起来的。他们想搏一局，摸好过来救，搏一下，因为我没一刀了。我试一下呗，可能 不敢的，不敢冒风险，不然平局就要变输了。他完全可以拖时间成厨师啊。好像我看见个磁铁跑了，黑妹，娃娃，那不是磁铁，那结石，无所谓，他想保娃娃，那算了，那我直接锤他真人，放板，滑板，再滑。然后再滑回去，滑不滑？不滑。滑不滑都要刺刀。高墓地手电机，磁铁啊！佣兵，那还好，佣兵能守。磁铁的话就要防一手了，这样就会很烦。他居然用一个护臂都不愿意吃一刀，应该不是挂死救，他等会要过来的。喂，探正手了，就把自己探了。把娃娃打了吧。
我不想换人挂呀，换人挂我就炸了。佣兵现在在补。换人挂真的就炸了，不能换。然后这台电机得守，不守我也要输，就是要打他一刀也要守。被厄运了，这么真实，那你们就彻底炸了，一个厄运。我局势搬回来了，救他救他救他！传送不交，电机点的有问题啊！就是黑妹没治愈，摸起来的。那这边没人开门，黑妹开，磁铁梯。我就看到贴了。贴四号机了。脚印出来了。哎呦，三层断了！他有治愈啊！这次是真没治愈啊！他刚才有治愈，交了。杀磁铁，没一刀了，我尸还不多了。如果剩下尸多的话，我能一套布莱兹带走了，可惜。最后一秒，哎，舒服。还好有三层，不然就没了。爱无鬼视野太低了，我也不敢用，我怕我就是个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气死！前锋。帽子，特定机被撞没了。哎，你是剩的剑呢你啊？
我先把这个娃娃锤了。我听见街尸在哪呢？也在大房，大房有三个人。摸好了。现在有一个人会派去修那台电机，点亮的是黑妹。这广告我没办法。黑妹在修，前锋不知道。娃娃，这娃娃死了就没了。我觉得我技能应该是暴露了，他们如果知道我是闪现的话，早就怼人去了。翻窗户，不翻，玩板，前锋不在，我可以假装抬狙出刀，空刀无所谓，狙死，前锋到了，加个钻。没球了，知道你没球了。OK， 杀前锋，这个人也得倒。不挂 VIP，VIP 有祭司，就挂外面。黑妹修，祭司救。祭司修吗？卡了我一下，可以手电机，哎呦，西东啊，大哥！
我不信你家好了，所以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开门了。直接去吧。祭司被磨起来了，现在就把祭司有个怀表，祭司要是有个怀表就完蛋了。这后面应该也是被磨起来的。哎呦，完了，我失误了。哎呀，我失误了，我刚才没看到脚印，炸了呀。地窖不在这儿。能赢了，那一个狙没狙到他，如果狙到他，我正好传送过去。然后那个结石还真的有个怀表。希望废墟是个结石吧。调枪使，往这边跑了，又回去了，回去修了。那去哪找呢？小木屋肯定没有，要么就放个娃娃去大房了。医院里面看一下吧，医院是黑面啊，那就没必要看了，溜了。三连肯定是前锋，那他只有在小木屋了。哎，早知道就直接我就直接来小木屋抓。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，乱走。瓜皮一闪，天花板闪了。死了。肯定要吃巨人，看距离，再撞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撞我，不撞我都不好意思。对，撞起来就对了，我给他打个钻，我再来抓你。
然后倒娃娃锤，打了个钻就不用管了，把娃娃锤了。我不想挂呀，被人打了钻没必要挂。他又想秒救。看他球多不多，我把他挂远一点。球还真是多呀。不杀了，杀前锋。不挂 VIP 啊 ，VIP 没必要，挂外面手电机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上钻头，每次都没上钻头，导致翻车了。拉去找人，什么东西翻过去了？哎呀，难受！压好了。这么狠，捡两个封印先。谢了啊！强势没自愈，黑妹打了钻，前锋在这附近荡，我只是在拖闪现而已，我不着急啊。急啥？又没压好，真的是，我都不急。服气。我居然在有生之年还能在排位中玩到紫之屋，太不容易了。这红点一直亮了吸了，亮了吸了，什么情况？有人，不止他一个。好吧，调香师不管。我日，这晕多久？
有点羞啊，兄弟！调试没修电机啊？那他应该是机械式点的，娃娃飞了。等一下，哦！ 没意思。好了，不着急，反正他有怀表，然后我在这边等一会儿。要不要交闪？交了吧，反正留着也不过年。哎，我卡了。 反正都是空闪，哎呦，没什么卵用，闪现吓人用的。卖了，说卖就卖，那好真实啊！结实到哪了？ 我靠，被救了！这么极限的吗？ 那死点还敢出来，在外面等，慌了，慌了就对了。你说你要是消失了，我不就炸了吗？你还要跟他一起修电机，他要消失了，我就输了呀。 机械师去救了，然后我再赶回去。调试开门，机械师再过来。
没过来吗？哇，这么真实，好像是你救，佣兵你就不救了。没了，跑了，他不救。太真实了，好像是救佣兵不救，我以为他会绕一下偷的，他不救。怪人呢，这是一个。